这个解说真不好看，阿斗牛叔解说的都不错，这他妈就是阿斗。你自己都看都没看过，你就开始叭叭叭。我变成了怪物，可我早就是怪物了。你看着这人没？连看都没看过，连听都没听过，就在那叭叭，张口就来呀。来把狼也咬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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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干嘛不交闪现？先用先血等代价啊，他带的传送。咬咬挠咬挠挠挠，闪现了，闪现咬他啊，闪现咬就死，现在闪现咬。那狼人半血吸血是特别猛的，知道吧？复仇等在你身后，一步之遥。哎，哎呀，这两个兵，我靠！我闻到血的味道了，血，哪里有血？那死哥上哪去了？死哥，啊，死哥插了个眼儿。是你造了这头怪物。出个皮孩，来个药光。我们再买个药水儿。开始造句了是吧？哎，就凭你也是，你也玩狼人，你以为你是蓝脸汉呢？开始造句了。鳄鱼哪去了？鳄鱼，我这把想出个破败，我觉得狼人的攻速太慢了，真的慢。虽然他半血，他挠的就很快，但是他满血挠的太慢了，那0.74攻击速度。不来了，那我们就在这卡兵线了啊，在这卡住。破败日炎，那太脆了，不是太脆了，那伤害太低了。这就是我的本性。狼人就得分离者，你知道吗？要么就出三项，要不然的虚区太低了，或者你就第一件出破败，那个太脆了又。分离者又有虚区，又有回血。程式是狩猎。哎呦！这鳄鱼是不准备补刀了，我看。没关系，
不我拉倒。我说呗，我们慢慢好。咬一下。先挠防御塔，等他把技能都放了，我们把他杀了。啊，直接开 E， 开咬死。这波大都不用开了，他这波就无论他打不打我，我都要杀他，我不可能让他把这波兵给他吃了。挠住，这是什么意思 ？A 咬挠。别着急啊，先回血，好，过来咬，开 E 死不了，没事。我还有盾呢，我们可以勾引一波这个鳄鱼啊，我们可以小勾引一波，我们就这么点血勾引他一波，把后排兵全部打成丝血。看他敢不敢上。昨晚会还手的。这他都不敢上，兄弟，我就一百滴血你都不敢上。不过他也确实不能上，他上他死了。快回满了，回不满，狼人的血最多半管，回不满。让他打来，开 E。A 挠，三二一 ，A 咬，我应该死不了，这盾应该不用开，没事。卡特我们打不过啊，直接跑，吃狗屎。回家吧，下波再杀。2600分离者。哎呦，我终于顺一把了，这玩个狼人顺一把不容易啊。这地方眼熟，能不能给个红，我无敌了，谢谢。找到死哥的双 buff， 一开起来，挠吸附 Q， 咬，挠，挠，上来我就咬你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个咬人。我看咬人。鳄鱼五级，月塔把他杀了吧。好杀他的。哎呀，他六了，那不好杀了。升了就不好杀了。咬，别着急啊，慢慢咬。咬开 E， 大柱，挠。咬 ，A， 开盾。先用，英雄总是要死的。这怎么办啊？我过不去了。咬，挠，咬，开 E， 挠，炸，平 A， 有没有死哥过来？赶紧帮我杀了死哥！死哥，我的血可少啊，我的血，
就是攻速太慢了，真的是攻速慢。他不回来，我们打爆破。公路卡特起来了吧？哎，我就知道卡特这种英雄指定就得起来。剑圣怎么跟卡特打呀？又没控制。2960够不够？不够，这个3300，咱先打个不灭啊，来咬一下。来再咬一下，开E给大招，好，爆破哪去了？3300差100，把这塔拆了刚刚好。还是 double 了，没关系。我想勾引一下这个鳄鱼，这鳄鱼到底上不上来？这鳄鱼不行，这鳄鱼根本就不敢上。3300+800等于多少？快速作答，不用了。4100吧，3300+800，4100，我们再打个蓝，再打个蛤蟆，正好。先打个蛤蟆，回点蓝。出个水银海。走回家杀人去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这还不无敌，我天哪，高德莱克，我等的就是你高德莱克，我用不着你高德莱克啊，小卡特，小死哥，往哪跑来？往哪跑？挠，咬，哎，开 E， 炸，平 A， 闪现咬。那鳄鱼怎么不追我呢？鳄鱼，鳄鱼给我回来！鳄鱼，我吸附 Q， 给我杀鳄鱼！血，开 E 炸，别往他前面走啊！他要双钻 E， 还敢高德莱克？高德莱克才400，因为我们家优势大呀。为了避免他高的 like 给我们收割了，我决定先出个振奋。尖叫一下都会让我想起过去。找到卡特，血，血在哪儿？血。啊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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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耶耶！杀我！嗯，
炸 A A 咬平 A 平 A 平 A 挠挠挠咬。卡特琳娜，好一个卡特琳娜。小炮这么狂，小炮，哎呦，小炮狂吗？吸附口走，这火蓝怎么死的？这可管不了啊，我们在这等一手，别着急啊，扫一下没视野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我们找到的死哥，我来啦！往哪跑？居然空大了，我没想到。我要回去赶教练金男爵们。然后对面投降了。然后对面投降了。我很冷静。把小龙打了，给我们血的味道，血，血在哪里？血。哎，咬，这日女儿怎么回事？这是觉得行了呀？这是。小龙，打个红吧。祖安会看着你血流一地。好，十五个了。我看谁的血啊？四哥的血，四哥，四哥，啊，四哥。怎么中空呢，死哥？怎么回事？这大招，这怎么扑不到啊？这个死哥，鲜肉，野兽更强壮了。先升个十四级吧，打个蛤蟆。沃里克感知低于 50% 生命值的英雄们朝他们移动时获得 50% 移速，并在对抗他们时获得 100% 的攻击速度，而这些加成在对抗与 20% 生命值敌人会提升至3倍。沃里克感知附近所有敌人。哎，那为什么就整个地图上面我也能就是有人产我也会加移速呢？啊，为什么我现在往右边瞅也会加移速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先把那鱼杀了。咬。被动。被动也没有啊。被动范围是全图，
不，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给加移速，它是感知附近所有敌人啊，暂时感知到所有敌人。不对呀，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有的时候他给加，有的时候他不给加。我来个板甲，跑得快一点。我跟在你身后，一步之遥。高德导航地图。你看，现在卡特啊，确实，这卡特是感知到了，这是。往那儿找啊，往那儿找！哎，你看这回又不感知了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哟，卡特琳呐，往哪跑？卡特琳呐！放你一马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救命！我咬！没杀掉卡特琳呐，让他给跑了。哎呀，人有点多。完了，卡特琳呐这波收割了，他安是 double bow 了。他凭啥安是 double bow 呢？你杀的是沃里克，他留下了野兽。嗯、他凭啥暗示 double bow 呢？谁敢暗示 double bow？ 我看看，打大龙。嗯，把大龙打了。小龙也得拿一个呀，你杀他们，我杀你。这干嘛去了？这红拿没拿小炮？小炮把红拿了，我们拿条小龙来来来来来，不管打呀，我打的小龙也感知，没事儿，打得很快的，就打个男 buff， 然后我们回家把板甲除了，除完以后中推一波，直接游戏结束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我感觉卡特琳娜好像要无敌了。卡特琳娜，跑吧，趁你还能跑。来，咬！这日女可以杀啊！挠住卡特琳呐，炸！咬挠，我们死了！发生什么事了呀？这
一换三，那咋整啊？一换三，一换三咋办啊？剑圣是怎么死的呢？上波我们还把那卡特琳娜给挠住了，想想该怎么办啊？下点装备，死亡之舞吧，我出个死亡之舞，没伤害，那给虚弱了能有伤害吗？净扯淡，那能有伤害吗？能有虚区吗？那肯定没有啊。环中啊，跟我团中，快再团一波，如果打不过我们拿水龙龙魂再打一波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家优势是足够大的。他又跑上路去了，那我们也不能去杀这死哥呀，你说来呀，那咋不来呢？那中路高地都掉了，怎么不快一点呢？兄弟，能不能快一点？通通快快的，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，磨叽啥呢？我赶着看电影呢，能不能快点？带那波兵线干嘛？上去推，没事，不要害怕。卡特琳娜上来，我直接一个咬。走吧，这回别打了，小龙。啊，又打低分段，又嫌队友菜。那你又爱看我，又爱逼逼低分段，那不一样的吗？说谁呢？说你自己呢？哎，卡特没大了啊，可以打小龙了，兄弟们。啊，所以我可以逼逼队友，你可以逼逼我，你不逼逼我，我就不逼逼队友，行不行？你也没那脸呢。我们这水龙龙魂了，再来条大龙。这地方眼熟。啊！这小炮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吸附扣！哎呦！我咬你这女儿自己找我单挑，兄弟，挠，我挠满了，来，卡特琳娜在哪里？卡特琳娜，挠，你们跟我赛跑。我这叫狼人，兄弟。嗯，我挠，不用了，这一波了，这还打什么大龙？那日女是我的血瓶。
任女儿，任女儿是我的大血瓶。我说那小炮怎么敢跳我脸上呢？还好我没挠着他，我挠着他我们就死了。还好我跟他错位了。过年好啊！这小炮往我脸上穿，嗯，不回血，血瓶。我觉得狼人的大招还是太细了，再稍微再粗那么一点就好了。有这么粗就行，啊，就跟那个草丛差不多，差不多粗就可以了。到这里，这里到这里，再粗一点，不太好大到人，老空，范围太小。改回指定人的也行，改回指定人的也行。以前指定人的不挺好的吗？城市是你小林，五个人，这波不行，这波得跑啊！这日女可老吓人了，这日女。日女，把日女杀了，把日女杀了，先把日女杀了，漂亮！先把日女杀了，咬，挠到死哥！哎，这是为什么会空啊？这我先恐惧走。我这没有挠到人吗？这都没挠到人。我都挠到地板了，没挠到人。真的是又细又短。来了来了，日女来了，我先恐惧一手，开个盾。日女给我回血，日女。以前 Q 是滑了一下， W 的技能是被动。